这是我这几天画的肖像油画，小朋友还没画好呢，还早呢，还要好多天。现在是晚上9点多了，先休息了。头发太油了，刚刚洗了一下头。我是今天中午。11点多吃了一碗稀饭，然后就开始画画了，画到6点多，然后去门口吃的15块钱的快餐，然后进来就继续画，就画到现在9点多了。因为我家这个小狗啊，好多天没带它出去溜了，我现在洗个头，我也不吹，先带它去那个外面门口溜溜一圈。等一下回来看看，喝点小酒。刚刚出去溜一圈啊，好几天没带你出去了，笑还笑啊？要去吗？要去了是吧？我这几天忙的没给它梳毛呢，又乱七八糟的，你看，毛毛都打结了。跟网友们笑一个，你说大家好，我是小白。嘿嘿，笑一个，来握个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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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今天的晚上的月亮好圆哦，拉近一点看看，看看外面的夜景。Hey, ich freu mich dich zu sehen. Komm, setz dich und erzähl, was du so tust und wie's dir geht. Hey, wir beide, du und ich, wir finden sicherlich etwas, das uns gemeinsam ist. Und das vielleicht du bist. War nie in Amsterdam in einem Coffeeshop. Hab nie kokettiert mit Speed. 嗨，大家好，我是红红。现在是喝小酒的时间，晚上喝这个酒，这个叫什么？金六壶，50度的。下酒菜是甜虾，我本来想炒个青菜，懒得炒，就这样子喝吧。它闻起来好香。尝一下，哇，真好喝！来个虾，这是甜虾，野生的，超好吃。这个虾怎么吃也吃不腻。你看，还有红糕，吃起来又方便，热一下就可以吃。蘸一下醋。晚上就喝这么多白酒啊！我高度酒不是很会喝，其实我酒量不是很好。就是好酒，可能一个人太无聊了吧，自娱自乐。像平常出去吃饭啊，如果没喝酒的话，坐在桌上好像也没话说似的。我拍视频也一样，我如果不喝就这样拍视频，我也不知道说什么，不知不觉一天又过去了。我觉得画画的人啊，这时间过得好快哦，一晃就一天过去，一晃一天就过去了。说说你们的梦想是什么？我的梦想就是不要为钱而奋斗，然后到处去旅游啊，这就是我人生的梦想。我今天又跟一位网友怼来怼去的，哦，这应该不叫网友，这应该叫黑粉吧。他在我上个视频的评论下方评论我嘛，说得很难听啊，我受不了，就回怼他了。
Schön, Lehm oder Honig. Mei jiu shui hao, que mo tan mei. 我要下了，我直播一会。现在还早，还早，还不到10点。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